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。虽然《皮尔金》是格力格鲜少被演出的旷世巨作，但其中多首曲目相当脍炙人口。自此受邀演出的女高音林梦君金九出席《皮尔金》的宣告记者会，小露一首献唱《皮尔金》经典名曲《索尔威格之歌》，一听就知道是大众所耳熟能详的曲目，还加码演出中文版，就更能了解故事内容。此外，其中选曲《山魔王的宫殿》也经常被引用于电影、广告配乐中。作曲家原本在乐剧中以交响乐、合唱等堆叠营造的磅礴气势，此次 NSO 也将携手台北室内合唱团、台中室内合唱团，呈现这段充满山魔王大殿群妖乱舞、震慑人心的经典奇幻作品。7月20日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，27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大剧院。皮尔金组合，左起，女高音林梦君，剧本改编焦元溥，独剧王耀庆，影像设计陈彦任，指挥张印芳。记者林美雪社。